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市面上自行车锁有很多种类，从个头上来分，一般就可以分为比较大的和比较小的，但它们都有缺点。目前这些车锁也是让自行车拥有者们很头疼。虽然小的车锁虽然重量轻，但是很容易被盗，这就有一些麻烦。毕竟车锁的最大功能就是防盗，就算便捷防盗功能不好，也是没有什么用的。当自行车拥有者们将自行车锁转到最大的比较车锁上之后，发现大的车锁个头太大，重量很重，不易携带，并不方便，这又是一个让他们头疼的问题。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有老外发明了一个新型的车锁。这个车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实现折叠功能，它就是 Ford Lock Compact。 老外发明的这新型车锁 Ford Lock Compact 恐怕是小偷看见了都觉得头疼。这款车锁既保证了它的便捷方便性，而且也保证了它的安全性，它就是极漂亮的外观和安全性能于一身的完美车锁。该车锁采用了六节硬质钢垫设计，可以折叠成一块，这就更加方便携带。而且它的打开方式是很轻松的，一只手就可以将车锁打开，看起来像是一根双节棍一样。虽然它的展开长度只有80厘米，但它的重量也才只有2斤，还配备有专门的座底，折叠之后可以固定在车身上的任何一个位置，或者也可以随身携带。折叠之后的车锁想要打开需要钥匙，但是当你在展开之后锁车时，只需要轻轻一碰就可以完成锁车。因为它的两端是采用磁性吸附装置，可以像磁铁一样相互吸引，锁住车方便。这款车锁最大的卖点还是它的安全性，毕竟这才是车锁最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。 Ford Lock Compact 也是经过了很多考验，无论是手工锯子还是榔头或是锤子都无法撼动它。如果你使用液压钳才知道它有多么神奇，因为液压钳也撼动不了它。因为采用的材料强悍，所以这种车锁具备有很强的抗腐蚀性和抗击打性，小偷来了都只有头疼的份。目前这款车锁在网上众筹的价格是55美元，也就是人民币370元左右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